你看哦，这是台南神学院，这是从后面看的，我很少走到这里。他说什么？这是从后面看的哦，我刚从前面那边走过来，我还蛮大的一间，可以说是台湾。原来那个叫做什么党外势力的那个创始大本营啊，先看看现在的那个氛围，感觉是有一点讽刺啊，这叫民主的大本营，是真的有一点讽刺。台南神学院哦，现在在修复啊，前面那个庭院还蛮大的，在修复当中。OK。